动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雷鸣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有跟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约在中山捷运站附近，要去吃一间他觉得很好吃的餐厅。那晚上呢，也还会再吃一个餐厅，但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餐厅的名称是什么。那听说要排队，那我们等我朋友到的时候再去探索这家餐厅有没有很好吃。那我们朋友先来拍一下。抽一个号码牌，拿一个号码牌。两位吗？哎，两位。快点，我看到了。啊？快点叫。对。不用许。谢谢你。
Hello， 我现在在米朗奇咖啡厅里面，然后今天大家到位做一下大概今天吃的东西。今天吃的呢就是那个草莓松饼，那它是搭有新鲜的草莓果实，然后卡士达跟冰淇淋。其实这个松饼呢咬起来是很扎实，但是味道也不错。然后我朋友点了一个巧克力热可可无糖的，无糖的浓度非常的浓厚。那现在就是说它喝起来的感觉可能会需要沾一点奶油，就是稍微搅拌一下再喝，它会带一点苦味，但是并不会说苦到没有办法接受的情况，所以就变成是说喝起来是还蛮顺口的。然后我点了一个俄罗斯的果茶香橙的，那倒茶的时候呢，他很贴心的去弄了一个滤网，然后就是在倒茶的时候呢，就是透过滤网过滤茶叶，然后倒杯子的时候再弄一点香橙的果酱放进去，稍微给它搅拌一下。其实喝起来也是不错，就是有点酸酸苦苦的，但是也不会说太过于太苦，但是它就是有果实的香味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。然后整个环境来讲的话，其实都还蛮干净的，还蛮干净的。那服务人员也都还蛮主动的去帮客人服务，所以这一家也是蛮不错，蛮推荐各位来这边。但是这里的用餐时间是一个半小时，所以稍微有人要来这边聊天啊、餐具什么的，要注意一下时间。这边的话如果说你们要来吃的话，可能要去前面，就是这一家就算是分店的第二家，你要先去第一家前面巷口的分店先去拿号码牌，如果不用排队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去，那如果需要排队的话可能要抽号码牌等待座位。所以这边算是还蛮热门的一个咖啡厅，所以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这里的餐点。那影片里面我有录了一下，就是那这边的 menu， 就价位上都还 OK， 价位上都 OK 的。那如果说总评分的话，我大概会给他个七分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就是还没有吃到太多，因为第一次来，还没有办法吃到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我暂时打七分。如果说下次来的话，我可能会点其他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我再可能会往上加分的情况，不一定。那就要看下次我能看有什么时候再跟我朋友过来吃的时候再说。那目前就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期待晚上的餐厅，看一下吃什么咯。那我们晚上我再录一下，那我们等会见，拜。今天我是在春水堂点了一个半斤半肉的牛肉面，跟一个珍珠烧麦跟扇子烧麦，然后饮料的话就是什么红豆珍珠奶茶，小杯的冰的去冰。好，那等会三点来的时候，我先。
先来吃吃看有多好吃咯，因为第一次来吃，所以我有点期待，然后等我再看看说要打几分哦。Hello， 刚刚已经吃完了半斤半肉的牛肉面，其实我给他的分数是9分，因为实在是很好吃。然后再来就是虾仁烧麦跟珍珠烧麦的部分，其实沾的一点辣酱会比较好吃一点，所以这个的分数我给8分。然后再来就是米雪，它的米雪它煮的是还蛮软嫩的，然后再加一点辣酱的话也是蛮顺口的哦。所以春水堂的东西果然啊名副其实的好吃，所以如果说有兴趣的网友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